地域中啊，地方的文化馆呐，哦，啊，大家互相来亲亲，啊，对，啊，咱就感觉咱好好谢谢播出。啊，因为咱开始的当中，咱来个读一遍啦，吼、哦。逆袭世尊，逆袭世尊，世袭六义七波，世袭六义七波，一笑于大声去世。一笑于大声去世，无极声中，无极声中，处地去意，还至本处，还至本处，幻实意，幻实意，修一波，修一波，谁作意，负责宇宙，负责宇宙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第一回第六分啊，包括第六分。这个地段啦吼，当然这个地段内底当中的啊，咱华拢做些解说啦吼。这个逆袭哦，当然这个是什么时阵呢？当然这个时阵，那是讲佛伊要讲金刚经的一切，但是我开始要吃饭，啊，迄、那个吃饭就是佛要来讲金刚经。啊，要吃饭的当中呢，伊吃饭时间已经到，迄个时阵叫做逆袭。刚才讲起，迄个时阵，大开始的时阵啊，迄个叫做啊，迄个时阵。所以迄个时阵呢，讲起伊也无写摩西，啊摩耶，啊摩南，啊所以离咱当时咱啊高雄有一个记载讲。你不能吃的当中，这个其中啦吼，始终啦吼，伊未使经过了哦，这个中午啊，伊离中午以前，或者计是讲午时以前，一定要吃，未使离午时以后啦吼。啊，因为世尊啊，就是咱拄只讲逆袭世尊，其实那依佛教上来讲，生活咱同时不得世尊。伊拢总伊个名位有十个名位啦，包括世尊都十一个名位啦，对啦吼。所以呢，伊个第一就是讲下如来，下如来啦吼。第二叫做应觉，第三叫做净天地，这是叫做圆圆觉。第五叫做显色，第六叫做世间界，第四叫做无常寿，第八叫做调御大夫。第九叫天人师，第十叫佛，包括世尊，即个加了到十一个名对。所以咱来讲这名，种种是个讲世尊的意思。哦，比如讲当时，哦，迄个叫苏摩提，哦，即个苏摩提，伊来托苏摩提，哦，按嘛叫空心，哦，哦，空心嘛，咱讲叫苏摩提，有三个名称啦，哦，即个话贵，啊，够贵。所以呢，伊咱人发个叫黄金，你要有接十一个元素出现，拢就是讲现存感应艺术的点了吼。这毕竟咱来做些了解，这叫做一个符号吼，安尼啦吼。第一现存，包括呢那辅助以前，现存包括辅助里咱附加迄个十个名或十一个啦吼。今麦来讲到实时啦吼。迄、那个时时是即时食饭的时阵啦吼，食饭在哪个时阵呢？就是讲，因为迄个天光吼，即、哦這个以后日中以前，哦，日中以前，你不告诉这个时中，咱话就叫讲啦吼，未使超过日中吼，因为超过中午当中呢，因为因就未使食饭。先得讲呢，因讲迄个中午以后。就是一挂恶鬼在拢出现，恶鬼在出现，就是讲这畜生在拢出现。啊，因为畜生在出现以后，伊由于恶鬼在，伊是一个作妖，巴肚作妖啦吼。啊，伊的阿妈骨去吃我囝，啊巴肚还大天啦安尼啦。但是伊若看到人吃的当中，伊就想要吃，就猜到讲，咱看到人吃巴肚妖，我巴肚甲病啊妖就掉啦。哎，即摆起来甲趁了以后。我吞面啊，吞面了，伊的迄个脑啊，伊咁细个条啊，吞面了去，啊吞面了去，到吞面车，啊面车就变成面车咧烧，面车咧疼，啊吞面了去，啊到吐面出来，啊死都死袂去，啊往过来啦，
和头戴一件别墅，讲恁袂使，你中午必须食。哦，啊，中午你要食，中午你要食，就比如说了后，因看到咱哪里食，伊会想食，我挡袂牢啊！我想咱哦，即、這个看人咧食，我若马上腰较扎袂牢，真正看人食就挡袂牢，哦，啊，就即个意思啦，吼、哦，伊叫做起调。所以恁呐，即个看到一寡有够大个地主啦，吼、哦，迄位吼，迄、那个叫哦，啊，就中道是叫伊跑一边食。啊！你个生活，我有车啦，拢有迄个超速的，啊！有滴要食中饭吼，今日时间约个卫生车啦吼，啊！所以变成我安尼有车，啊！有车，消费车又高，没有多少钱，我有在搞生活，赚了钱，亏了钱，中饭吼，啊！有在搞，那么先生啦，我话听，啊！其实来讲讲起来，因为真个高吼，真嘛慢慢改善，其实慢慢改善啦吼。一年那讲呢，一年是过去都多年两千五百人也是健康过，但今年当中呢，哦，你若应下这个时温，应下这个时阵啦，吼、哦，你若在照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科技的世界嘛，吼、哦，啊无一个世界，啊这个生活世界，它过去生活拢无受伤嘛，啊现在咱想过去照个多年两千五百五的人。诶，迄个时阵规矩，哦，比如讲，像这个很多，查甫的是两百，迄个三百，这个啊，几多届？查甫是250届，哦，伊规日是安尼。啊，你查甫的当中考是250，啊，你查甫考是300几届，差不多。一年，嘛未使开大床嘞，嘛未使开大车嘞，啊嘛未使穿水衫嘞，啊嘛未使电头毛嘞，嘛未使挖油机嘞。阿妈在包粉嘞，阿妈在切面嘞，哇！这规矩规矩是大规。阿那上线的时阵，我请问你各位啦吼，你对这做起来，不能做起来。但这个规矩是安尼着，你只要按照规矩，迄、那个规矩啊，我今嘛问的时阵啊，慢慢改善。我比如讲，今日去恁做钓啦吼，规矩，迄个都今日讲，恁都讲好了啦。反正吼，啊，咱个规矩着呾，吼，咱踮个宿舍里个旁边，还是咱道中个前辈前人，踮个宿舍里个个在那当地，当时安尼，规矩安尼很教，但人起码话了，为啥个开始得意啊？啊，踮个宿舍，哎，你着生意钱，而且我你着生意钱，咱们踮个宿舍个当地个前人个当地个，咱比赛个讲，你讲个讲个可得了。哦，安尼对吼，我比如讲，今天点是哦，其实了，我即个谈了吼，伊了个哟，就今天这回来的话，啊，我想讲，你明天这回你怎么啦？到今天回啊，到今天回啊，落来吼，到今天去回啊，我嘛到今天回啊，落来，但迄个才是不能今天去往这里就回来，因为我爱健康比较紧。但是我了，我想想嘞，安尼唔对。人在要烦恼嘞，但是要接受。因为这样过去前过些危机，啊，我人看这个危机在后边，啊，接受到我的烦，人在放心过来，咱嘛唔要紧。但是咱放心过来，我才小心过来。安尼啊，适当。啊，我来讲，啊，我安怎好？啊，这个人在去算嘛。啊，都帮你哦，我忙起来，我靠起来了。啊，后起来不得落地，规个路程啊变成啊滑落去，哦，所以伊这边有足侪个限制，足侪个规定，但是较起码呐，其实咱标准是遐严，是甚物咧？咱就讲一个较简单个，咱今是魔改，今是魔改啦，咱个改变好势，你有相信无？今是魔改改变好势，十多年无出个魔改改变好势，我真幸运。有点像点过门口老师傅，我感慨不已。师傅他们一般放小风的，感慨不已。我安尼对无，把这一班，所以呢，当然呢，就是咱内心世界大调整，安尼吼。不过，恁等于改变一点点啊，这个关键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事实啊，这当中啦吼。
这个台是印度啦吼，叫做一天一夜的吼，但是印度叫做跨三十，但是二三十，廿五三十，啊，比这个吼，这个一五三十，可能叫来的时间啦吼，唔过在咱中国的叫做哪，叫做十二时辰，叫做祝酒饮茂盛，之无味心又失态，这十二时辰。啊，这十个事情呢，伊安怎呢？我用一个多面干讲，来做个比喻吼，比喻啦吼，安尼啦吼。接下来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主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、叫做五，哦，安尼啦，九、银、茂、咸、鸡、锅。一心又哦，失害，那这叫做怎么事情啊？哦，啊你因为这个叫做哪？这个跳云帽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天神啊！天神的讲的时阵啦、啊，哦。啊，神之五，这叫做人在食饭的时阵啊，人在食饭的时阵啊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就是哦，来味辛又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跳动物啦，又出海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鬼，哦。微信的吼，微信的家庭的牺牲啦，安尼啦，因为这有这四个烦恼，第一个烦恼就讲跳淫闹，所以咧咧拜神，以前咧拜闹咧咧拜咧讨债，咁是你跳神开始咧拜神，所以咧咧拜天公，哦一定咧拜咧讨债，咁是，但是神就是靠跳报神对神。哦，迄、那个神就是讲神识，哦，早时迄个神识，神脑迄个时阵，如果这个时阵这段就是属于咱人的家，所以伊告诉伊的这段，伫这段，但是伊未当超过哦，伊未当超过哦，这个比环的叫，但是你先有这个曲，曲的前身嘛吼，前身上面时阵，所以前身包括哪样呢？就是所以就先的，那那个起底物，拢是迄个啦，拢是乌丝啊物吼，拢是差不多迄个事。但是又出海，这上危险，哦，就是阴暗时啊，哦暗时啊，迄种上危险，哦，你讲应该是的，哦，你人拜危险拜危险点拜半暝啊，哦，无拜透早，啊无咧拜中昼，啊嘛无咧拜乌丝啊，啊危险拢是。因为只上暗迄个时阵出门嘛吼，那讲夜对夜鬼吼，啊所以呢，因为这叫做四个事情，啊四个事情都分作四种人一下，一人，第二畜生，第三鬼，第四叫做天神，吼、哦，咱今日咧下神有无吼？拜天公下神，拢到天，拢对这个都变化，哦，对这个都哦对救。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拜菩萨哦，拜这个。啊，因为以前就是哦，以前是不去，哦，这不去。但是因为伊未当超过这个五时，就是离佛教上叫持中，离中道，这个时阵就爱吃那个叫做持中啦，吼、哦，也是吃。所以这佛教上叫做不去，这个不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现在能够别人可能。在讲讲啦，讲失时，你食的时阵，你食的时阵，袂使特别食的，唔必像咱正正人吼，哦，半半嘛食，透早嘛食，晚暗时嘛食，哦，啊，迄阵啊，迄个晚上的时阵爱食就食，比如到时候一年一年时阵袂当安尼，安尼对啦吼，迄种是不易，但是用一。这个叫皮，就是讲这个皮衣，皮衣啊，哦，
想说，一个招聘嘛，一个上对便宜，哦，阿拉理想太高了，哦，迄个理想，伊拢尽量加些方便宜的，便宜的减少。但是迄个医院内底当中，迄个用伊便宜内底，因分高上有只商量，叫做三一一八，三一第一就是五一，第二就是七一，啊，第二个第。第三个叫大大一，哦，安尼叫啦。啊，因为你迄个五一，哦，这个五一，如果像五一必修有三领衫，哦，一个叫做五一，啊，一个叫做七一，啊，一个叫做大一。啊，这是安怎由来呢？当然，这个五一就是讲叫做安徒会，你印度的迄个年轻的安徒，安徒会就是讲，因为伊有五条路，一长一短。这个五一的艺术，尽量叫做做五一，跟人讲做五一。比如你回想，一年伊嘛是爱做工啊，伊咪在食饭啊、练练啊、啊练练，或者当偶像啊。一年游戏咧，你作画，你想看你是做哪一类游戏？你是到中国来了，迄伊要靠地当，迄是人讲啦，你一日两日行袂透呢。啊，人家回想啥物？遐回想，遐必救必救，遐必救，认真无必救呢，但我必救。那个小扫米去扫，什么人去扫？那比赛有七八亿人在买单的，侬还看袂得做呢？哦，你想讲，因去到迄个叫，迄个讲南西啊，迄个叫什么？哦，新丰华树啦吼。因下底里遐个人，皆拢有派讲，你即帮你做，还是帮你做，还是帮你做呢？时间好像唔够。哦，一个哦，这个出家造福。哦，这个也叫哦，这个去搞伊个一股个迄个花草嘛。啊，然后就是社会哦，这如果你如果实际上去把扶持，那就是安尼啦吼。所以用七一个安徒会，安徒会比较重要。那第二件啥个叫七一？哦，你迄个翻译叫做宇多罗圣。那宇多罗圣反正叫过来叫做哪？叫做入众一入众啦。什么叫做入众呢？就是讲，咱今日去，吼，除了讲学堂堂会扫了，吼，啊，咱开始要上课，啊，上课伊袂说穿起咧做啥个，做堂会啥去上课呢？啊，衫做衫做堂会衫，然后乌乌呢，啊，你穿去上课你袂使，吼，迄个换起换即个啊，啊，即个起衣叫做入众衣。就讲你入场了，坐下嘛好，啊你去听师傅咧讲咧耍好，咧玩咧啥？哦，比如咱在道中，前几日拢来咱讲，伊咧是咱道中闽南来，咱讲是道中闽南来吼，啊咱道中闽南就过年来吼，哦啊你想讲我前阵道中来嘛吼，哦安尼哦，啊无就是较简单的讲，哦咱个纪念三块吼，啊这种是欢喜性物件。安尼，啊！你若是不管今日去，哦，咧见个，哦，大家咧，你拢可以拢个穿啊，拢个穿咧衬衫，哦，你咧衬衫叫礼服，这个礼服，哦，安尼对吼。啊，因为伊这个起衣个地方中，就是咧讲讲，哦，叫做入众衣啊，吼、哦。你因为大地当中咧，叫做结交你个穿领衫，但是第三领衫叫做哪？迄个叫做大衣。其实这个大衣啦，是咱中国人来学，嘛有做福田衣、福田衣啊。啊，伊这个离印度话叫做金加勒，啊，金加勒就是因为伊这领哦，这领迄个大衣哦，啊，把它翻译叫做哪，叫做福田衣、福田。啊，这领衣就是从哪位？诶，这领衣是别亲戚呢，这领衣是咧见皇帝、咧见大臣，还是咧托钵？因为咱种身份都福建，就是讲你今天去要去当托孤，还要见皇帝，还要见一寡贵宾、大宾来，诶，你袂使穿咧做乌衣裳咧，你袂使穿咧伊多罗衫裳咧，今天咧入装衣，你袂使穿咧啥物，你也穿咧只福建衣。啊，讲咱今日去当官爷，啊，人所有诶习俗拢不一样，但是当今人习俗作天性。要甲你重用叫做应用，但是因为你穿领衫，你袂使
无下福气呢？你未说是福气，你只个福气你爱祝福人呢，祝福人家呢，哦，伊个话还会想出来，伊看我的现在情，伊要问坏人到现在情怎样出来？伊无呢？伊把你情意内底上个重要的呢，叫做福气呢。啊，你若讲我讲哦，这边个哦外宾来，还是我面临非常非常上因要交流啊，即个主持要来，即个主持要来，哦，因是拢安那把爱情好建立呢，甚至当着因地方哦，一些官员要来，啊，你要见皇帝，要见皇帝，照理上不得，因为伊叫皇帝，宫廷说法的当中，起码爱情这样好建立呢，他们虽旧，他们虽艰难，把咱换成了啥呢？这个规矩当时呢，甲规矩是真严啦吼。不过伊这个内容的细节，因为三四细节已经内底，迄面讲较清楚，迄不必要讲较清楚了吼。所以咱经典叫做《圣诞说》里底，把把那个福田义，哦，就是讲这件衫，伊祝福荷兰的这件衫，安尼啦。啊，来呢，就是讲，哦。不失时，甚至失时，由于齐国哦，到这地方就叫做齐国。啊，齐就是讲手齐条的国，就是呐，翻译连称叫做呐，叫做以翻译叫做波多罗，迄叫做波多罗。啊，迄、那个波多罗，那反正咱中国话叫做印量器，是不是叫印量器？迄印量来讲，你国叫咧？即个大量，吼、哦，阮当年即个原来是中量，啊，出过即个小量，哦，迄个量器，啊，即、这个量器就是讲咱食用迄个布，安尼叫吼，迄、哦那个叫做布。啊，迄、那个布面靠上来讲个，迄、那个布有分做三种，第一种叫做体色用，分做这三种。啊，即、这个是拢爱好，拢爱合法，你比如讲现在去杀菜。那因为迄个波了，对当中啊，搞不能有变得体。迄、那个体就是讲，你体话，体甲下，吼、哦，甲迄个词话迄种，吼、哦，迄种为体。伊一定只唔用用个体啊做，啊是用叫做词话做，吼、哦。这个叫做，这个叫做啦，哦，这个叫体，吼、哦。这个现在啦，基本上都看得到，好在讲广东，基本上。传改的原理啊，传借三一波三一波嘛吼，这是咧做一个象征性的名啊。其实你不够上来讲嘅吼，你看我看到迄个悲伤啊，迄个面膏都无挂一下，啊，迄挂闲的呢，迄是挂闲啊，内底是头一空是只细空的，啊，下底是暗是只蓝的，啊，你咱唔变咩物件，迄只唔能无好嘅，你听到无？啊，闲爱安尼做。第一，因为伊看到冷；第二，因为伢做工看到做错。哦，伊这物件，伊有这个象征性物件。第三点就看到空间啦，吼、哦，伊空间变取较少，啊，作品内底，安尼啊，吼，迄是不够上内底人用，因过去就是迄叫他们的波三亿波，哦，三亿波的人，哦。哦，咱讲古仔讲增加人一个是按头位，这三样上，讲到这个波，那色和量这个色就是讲，伊这个色低，哦，比你这个波色低都还好发咯。哎，什么话？你不想买不起，啊，不想波色，迄个房价你听哦，单租，你等下房铺啊色给我，迄个波的色泽，拢爱想要铺啊色。你若讲暗色的吼，迄个非常看起暗，伊起心动念，伊心会动啊，哦，会扰乱啊，这修书的心，那么你佛告诉你，后面就马上不记哦，这叫做色，拢爱下迄个不记。但是来讲呢，第三个部分就是迄个量，迄、那个欲，你少量唔是讲去大量，你大量唔是讲去少量，因为你大量。去小量叫老板，你小量去大量叫老板，你听无？伊即种爱下不低的，哦，啊，所以看你嚼啊，这伊就天天包你，天天包你，哦，即种爱下不低。但我只讲啊，吼，进即个包，哦，伊两日伫咧
传承了三年一波，即嘛就是象征性的东西，会就是安尼嘛吼，啊即嘛就是安尼，啊其实伫咧当作会面，这物件是废掉的吼，因为无能废掉，伊咧传承这物件，哦传承一波这物件，比如哦基地不是传，恁嘛做到讲基地不传嘛，哦你若继承传这一波，名在先师嘛吼，你若做传这物件会落去，你的性命。就参照一套物啊，吊住一个人，随时会当命，随时会，随时会无生命。啊，这历史的东西物件，因为当时六祖伊摕到五祖伊成为了后，伊是三一波，大家一切迄地主的内底当中，伫迄个当时新城内底一定人，啊，新城内底一定人是咧争啊争冠，也是一冠的。伊唔是咧就伊唔知是叫做天，伊想我若将伊挂了，啊天就迄、那个祖师伊就留我，所以六祖的当中呢，迄阵伊就去挂机密传，叫人继续传挂，我就当伊。啊，其实这里高雄的贡献，因阿都在传伊挂，但因传伊挂就是一个哦，一个传统性的物件，传统性的。哦，唔是讲真正哦，你穿古天明的衫，反正起码你讲讲，啊，一条穿下下，而且那会穿贵，直接贵些，没个弯呐。老些年我穿那会话，我一个裤啊得比奢侈，一个裤啊得比奢侈啊。啊，伊意思讲，我去奢侈就是天明啊，安尼对了吼、哦。所以其实在古天明是一个啦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吼。啊，迄种是真正属实，迄种是一个明显的物件。但是迄支真会归纳归纳好，但迄支只属于迄支那个象征性物件，甲你当参考。所以真正天命理论，真正天命就是咱的性，天命之为性，实性之为德，修德之为道。你今日今日性，你无明心见性，你怎得天命？好、哦，你怎得天命？啊，天和你明明就是共性，啊，你无性，你变作天性天命，你又无一颗心变作地性天命，所以咱能够搞清楚方向，迄是一个传承依托力量。所以安尼啦吼，所以讲第四第六句话，就是入孝为大成。哦，这个孝为大成，咱过去也讲过啦吼，孝为大成，应当哦，这是伫当时哦，这个叫基础结构大完。伫基德太祖即个国土的内底当中咧，伊是一个城的东方啦。离即个孝义城内底当中，转四五公里，换一个解释来讲，基丘的孤独园，孤独园啦吼，其实是孤独园。去到孝义城可能要五公里、几廿公里，安尼对啦。当时佛陀伊若要去释，佛陀就带这弟子，就爱行经到城内。五公里至六公里，那才行出。啊，五公里至六公里，我问你敢知影？真是呢，哦，到差不多古巴港，差不多五公里有啦吼。是呢，到古巴港五公里有嘛吼？哦，你讲你是呢到古巴港，哎，你吼，你食饭，你得食饭的是不是时？伊得爱得这工作得爱管好好些。一起往牛下面带上，还是穿的那件那件叫五六公里，哎，那件穿好穿好，啊，去化验了，啊，那件那件叫他到处，换成解释，一天那件五，最起码一件十公里，但是呢，但是伊没啥钱的哦，伊的鞋啊，买了穿回来哦，甚至伊的鞋啊，是因为有那个当触碰，那个卡底那当穿的哦。无伊啊嘛唔使穿哦，伊拢通车靠。你若泰国看个和尚，你甲看，你顶个看伊下，伊一定赤脚，伊会穿袜啊。嗯。迄是个问题，所以你迄和尚大家讲光赤个，摸着摸还是，个个赤摸还是那个。所以，这个当中呢，这个城内内底当中啦吼，是波罗斯嘛，当然也惊死对啦吼。啊！你惊啥呢？你当叫骗人来宾，有挂高音，你这里靠了。不过因为这里有说明啦，这个高音的人靠，你是印度的音，
哦，现役跟中国就无相像啦吼，十万为一亿啦，十万为一亿啊。换一个解释来讲，伊内底有九十万人口伫内底，毋是九亿啦吼，十万为一亿啦吼。啊，伊十万为一亿，就是讲九亿，啊，算算起来就是讲九十万人安尼对啦吼。啊，印尼咱台湾三年啦吼，我有十三年去到印度啦吼。我伫迄个班加罗尔嘛，啊班加罗尔我有去迄个叫教科嘛，即我拢有去。啊，但是因为本来是要去到即个厦门城，吼、哦、要去到即个所在，但是我听讲吼，哎、哦，坐坐飞机安尼食，食啊，你想咱台湾嘛，伫教科嘛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班加罗尔啊，食个教科，啊我刚刚坐三点钟飞机，迄间是印度的内底的伊的班托内底。家里坐过了，坐三点钟的飞机。啊，因为这个小城，这个是印度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我听讲啊，吼，啊，这个小城当然无这个所在。啊，这个所在，我听讲，讲起码那是一个人过去有到上面地当中吼，讲起个朝圣的地方，啊，叫做圣地。啊，遐嘛听讲讲，拢不可能啦，因为过去的建筑物。你甲讲两千五百人，甲是甲现在，迄个我倒一个物件，我听准备去跳下里啊啦，哦，啊，着破破咱们的物件伫迄个所在啦，哦，啊，即个伫迄个所在，我听过去咱外道吼，咧印度一个外道飞到湖，迄个飞到湖东西，就是咧破坏迄个孝城迄个所在，安尼对啦，所以感觉过去的迄个飞到湖。咱来到印度，较早咱上对一个，伫迄个印度对一个有三尊大佛吼，啊去后迄个回到我过来了，迄个一千五百年，听迄个大佛一千五百年，啊阵当时，哦迄个敢若有到协会，哎有到啊什么会，皆有要求，会使甲破开物件，迄神石树啦吼，哦恁知影嘛吼，迄神石树要破开。啊，虽然当时过去甲真个物件，其实有着咱宗教战争啦吼，还有宗教斗争啦吼。你讲话，我拢看会了。你想讲个是哪只以色列？哦，啊个，啊只哈什米马吼，哈马斯吼。啊，你甲讲起，哦，这个迄嘛是讲宗教，迄宗教思想、宗教信仰。啊，你讲到个真个在当中，你讲话。为着一个中国事实，甲真个是不难解，啊，对袂起，是吧？你讲死偌济人，你为甚物唔要过来破坏？我无接受你个中国，你嘛袂接受我个中国。啊，即边中国即摆是惊到外边叫伊叫人，你想叫干嘛啦？你带马来下回到，你一定爱甲伊信袂到，你会甲信袂到。你若嫁马来人，你那个安呐，回国，你一定爱个心为好。到反正你嫁爱娶，拢爱个心为好。我睇过一个亲啊吼，迄个万年啦吼，迄个风尘伊迄个好，伊个姐姐，那姐姐过去嘛，人过去嘞。啊，我因顺嘛，他是亲好，爱嫁一个回国，啊，伊迄个资金吼，啊，拿迄个差不多迄个一几两，哦，我不然变就对啦，啊，不然就是起大房就对了。啊，伊个先生哦，伊啊个啊个马超啦，伊先生是马超，安尼啊，喏，马乌乌那乌啊，安尼对啦，哎，个个个先生好嘛，唔知影。但伊一结业哦，伊爱个心会到，爱个心会到，所以因飞国哦，你是作战者，啊是作战家，啊所以因飞国甲耶稣教，因不管是怎啊，回教徒。以基督教徒想要见见我吼，甚至咧伊教不教我，哦，嘛作些许，哦，而且迄个许农民世界见见，讲下讲下宗教的物件，哦，啊，不过讲到倒来就讲，因为迄个孝城迄个所在，其实是古都的贵族基本派出甲各种兵将所建立迄个、迄个哪、迄个圣地，我是听讲啦，哦，我真有滴看。嘛讲破坏到，真正破破烂烂啦，迄起码是一个
企业在那这里的话，都东西会和你们新伙伴啊，他们他批准他做过的工匠，他一枪合格，人家弘扬佛法，哦，啊，毕竟哦，基本上他是讲，可能哎，他上海他有哦，他瓦斯有戒难，哦，还是公司话佛教佛教协会，因那个人组团去去啊朝圣，啊，无去那那个那边恒河。啊，恒河畔有对几个受灾蒋经寿啊，一路不处理。当时佛祖啊，他们啊，那个啊，蒋经寿啊，啊，那个地点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基本上全部都认识的象征性啊，象征性的东西啊，吼、哦。那所以呢，等我东家我买，你这样跟过来聊一聊，吼、哦。所以你两公哦，这两个啊，整个啊，这个啊，其。社会组织所在了吼，基本上的构成，只要一点哦，可能要看什么面，我是听讲啦，我们看到什么，有什么庄严啦，比如讲去耶稣啦，去耶稣啦，去迄个哦，去迄个，去迄个耶稣的迄个基督教迄个哦，迄个所在啦，要看其他庄严的迄个，啊，那是对啊，啊，迄个意大利的迄个，迄罗马啦。哦，耶稣的迄、那个，耶稣的迄、那个，什么人话迄、那个所在？你记得我听讲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，咱个总裁吼、哦，他传了一罐的黄金给人嘛吼，啊，有去到迄个所在，然后去祭拜殿的迄、那个，哦，信耶稣的迄、那个，那个总领导的那个，哦，啊，我们拜殿的迄个秘书啦吼，啊，我们领导的。那地方是足重要啦，哦，足宏伟，啊，啊，因为那个佛教，不是很容易啦，吼，因为观念啦，吼，基本上就是讲，下位在下去吸，哦，咱第七部位啦去吸，当然这个去吸在这当中啦，吼，去教还是好，这个去吸在这当中是叫去吸，去啦，输。哎，我你今日你要做非常，要做 BQ， 你虽然做有钱，你所有地位，你拢爱放下。你做侪钱，你爱放下。你甚至你结婚，哦，比如讲海涛没有结婚呢，伊为着要收爱跟某离婚呢，我这应该有些哦，红华啊，偏了这一种风险物件嘛。哦，拢爱跟某办离婚，某办离婚伊就袂当，伊就袂当去做非常。啊！伊归乡了后，伊就是讲，他不可以有这些牵挂，伊袂使有这些牵挂，袂使有这些牵挂，袂使这些物件。啊，所以伊有钱、有地位，伊拢爱享受。你爱干啥就享，那越六合胜。六合胜的意思讲，大拢爱就享。好，他们身无长处，口无争，好，一耳同悦，戒而同修。哦，啊，来见了同情，立同情，啊，这个六合心，啊，你讲六合，你有家己，有特殊，我可以尊重的钱，啊，我摕钱来，啊，来遐养尊处优，哦，我得有钱来养尊处优，你怎会安？袂当，但是起码，我听广告过来滴，这是听讲的人，好像也有这种现象，啊，佮你有钱，我给你来，你得摕钱来，对吧？啊，我一个所在你大，哦，啊，你的钱爱管我这出，好像我这是现象，为什么不可能？太大的安尼，打那么平定，那电风扇来讲，平定现变，是发平定如何啊？伊那电风扇物件，啊，既然平定，无咧讲你有钱到无钱，打那么平，乞丐你嘛来嘛现象，你王永平，你有这个钱，但你嘛不现象。你修行过来这个当中，未当互你有一个高下物件。啊，所以这个起心就是讲有这两种：上起心用慧命，下起心用性命。好，现在哪些的话就，我先看看天，我想看看，看不到我起，我想不起来一起这个呢。所以你下起心一定要用你这个性命。难怪呢，公婆家里修的嘛。啊，无钱嘞，无叫你用命啊，啊，无钱就收命啦。那什么可以结婚？结婚在那什么办呢？讲，啊，无钱你用命，你就当用命啦，吼。啊，你上起心用慧命，
上之识，因即阵人爱听佛的经说法，固定除了念念经以外，上经以外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伊，哦，即、这个叫伊有伊的课，哦，伊有伊的迄个上课的迄个时间，你想讲今日去去管的历史，哦，咱的班有几多？咱的体育班啊，哦。咱哩迄个情绪教育班啦、啊、吼，伊、哦、上我买班，啊，过来台北，吼、哦，昨天啊，公司办情绪教育班，好、哦，本来我早起来看，哦，啊，昨天啊，收咧电话讲，啊，反正伊变到代志，我想无好看咧，哎，我看啊，无代志讲，啊，伊哩会当先来上一课咧，啊，伊哩伊买班，我伊个课啊，啊，当然。伊若出去啦吼，你讲你叫伊在公司做事啊，难度，把咱头啊承担起来，吼安尼啦。啊，所以，咱咧请考有请考的呐，有请考的课，无请考嘛是无请考的课。但是啊，新得新不新得新的课，都有这个课。啊，这个课叫做用语的，那叫做 K 班的吼，基本班嘛。哦，啊 K 看看地位嘛，吼安尼。啊，有这种一定的啦，这种一定爱经过这，你要想用一个经过这程序，哦，叫做批示。第一句呢，就讲无为成就，这个无，诶，伊就讲当在，迄、那个无，鱼啊，鱼的解释叫做当在，那个因为伊在伫迄个成就，当时当在，从中进化起来，去批示咱就对了吼。人来变当中呢，有到变到下个大地，所以恁哦，不提到泰国，哦，才是你带泰国的人哦。泰国哦，你创造，你泡泡那个时阵哦，哎，互相啊，推开推开，哦，怎么就把你行？啊，是吧？迄个好像咧师傅，伊拢固定互相推荐，行到这个所在，就参照咱本色车了后，咱的本色车到底？啊，咱就一定要等，伊呢嘛是讲安，到规日来，伊呢拢规日啊，啊规日啊，当叫规日啊，伊哩种种观念啦吼，啊规日摸咧，安尼穿，赶快安尼去行咧，因为啥变化是呢？比如说咱看到钱，啥变化？哦，啊，即马来回伊说了，伊说回到安尼行，即样说了，啊，即马来回，花几多钱？啊，即马来回行去，哦，安尼啦吼，啊，即马来回了。伊迄个老呢，就是伊迄个，迄个啊，旧旧，迄叫做高级水啦，叫做洗地啦。啊，伊家己就讲，啊，种植，因为伊物件互咱食，伊用到咱物件，啊，咱咧互伊素来好过，伊那个是个艺术，安尼对啦。这是伊每一日伊整个程序，拢安尼做，安尼对啦。我恁话那是蛮好个，我是介因为泰国啊，泰国。叫做佛教，佛教吼，因对这对象吼足尊敬。我一届吼，伫万国去请啊，啊，做一回忆啊。我一一年万国到请来回忆，拢是太闲了，安尼。哎，我约伊半个时间，要超过半点钟啊吼。啊，太闲时阵啊，回忆也特别贵，啊，但无落地的。啊，不直接啊，我是那个叫做一个登机啊，安尼。啊，我话我一年回乡我行。啊，行来了，因个因个地区能力也好啊，作业作出来啊，还记得啊，记得呢。这个非常的结合，那还是来，还是广播要月亮里面的登机。因非常爱心的结，咱在那平，安尼啊，他带来危机的多，那是是针对泰国航空啊，你想把那国家的航空的，咱带来的。这个优惠，啊！因泰国，因为国家叫做回国，啊！因的回乡叫做回乡王，啊！因的回乡那四年，因拢会泰国以七十位富人在当中选择回乡王嘿，啊！这个回乡王选完了后，就皇帝爱去加，爱去加任，加加持啊，加加持讲，你今日你就是咱的国家的回乡王。但是皇帝甲加持了后，甲运动了后，因为非常即个皇帝在个办会上，安尼听无？
方便来去拜偶像。所以因为国家内底当中，因佛教、佛教、佛，因为佛教，因为一个佛教师啦吼，一直在做工，伊也在做工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因泰国内底当中对偶像是足尊敬，吼，安尼对，含你食，你食个吼。你若含做伙，你袂当先食，因为伊一点人来多食一只，啊，你一点人食了，伊食不了，你才要变少。你袂使先去然后食食。我即个当中呢，伊个泰国老黄叔，有请请一几个和尚来伊个念经啦。伊讲我着煮，安尼要甲接花安尼着。下尾日头吼，一点伊个叫司机嘛，啊司机着老黄，啊伊个老黄吹啦，熟悉个。因为因在因在个位上哦，伊要食素食个，话呢，咱过去了是好叫，啊，我袂见看到物件，哦，啊，即摆来又开始一点话了哦，因着当哦，可能当伊见人听无，食食了后，因恁话人哦，哦，因太可艰难啦，我食素食多，我袂跟做些个物件嘛吼，哦，啊，即摆食了非常食了，话因着开始，啊，非常食了开始食荤啦。很少，伊只改个啥，伊买新鲜物件吼，啊，伊叫咱食咧食食，我讲好了，我想买些食，我好补。啊，我现在我都唔知影，安尼非常个良健，大家食好。所以对泰国来讲，个内底当中个这非常，我足尊重，足尊敬。啊，第九个伊就讲迄个物件叫做厝地契地，厝地契地，迄个地就是讲叫什么了？叫他米老来了，不可以插队。遐较好，我走边；，啊较好，我插边。袂当伊安尼啊，吼、哦，因为贵，听讲这個现象，啊，你们得了这当中，啊，伊贵有两个住，一个叫摩天香，啊，一个叫苏摩地。啊，苏摩地当中呢，伊无看善的，伊拢看好嘢。我小心保护这个好嘢，来处理这个人。哦，无要找这个山，哦，啊，若苏摩地呢，啊，那摩诃迦叶呢，可能就是我这个无钱的，啊，就对了，哦，但是当中有人记得问的，有人记得问，这个叫做摩，这个苏，这个苏摩地，苏摩地，苏摩地，啊，你要看，看找好个啦，你怎么找善的嘛？地方讲，这好个，已经是啊。就是祸兮祸兮，这一世人太好了，所以不得了。经常讲出话，讲用你前世因，啊，今生修下事；用你后世果，啊，今生作善事。有无？有教的因果经的了一句话。因为前世人这边这有钱人，就是前世人祸兮，唔过一世人来平安祸兮，因拢会享受的。但是我若要来拜的，伊后世人因可能比困难，因怎坏，所以因出发来成这点人，不得了哦。嗯。但是这点人对伊问什么人？大家想，大家想，啊你，他们比存好人，存这个善良人，哦，跟较早泰国老王做生意，我出过工，阿伯一只，阿伯分一块鸡，哦，伊是安尼讲笑啦。阿伯一只，阿伯讨论一块鸡。这有钱的人，看我们商量完这对啊，哦，安尼啦，因花是画表象，我看到真相。那是我来讲，一件善良人，伊真死人，但是无好事。这世人的善是无关的，不是无关，所以你这世人善，哪无都会好事。那安尼好事人，你得给他善，甚至后日走去前生去，我好嘛，走贴心去啊。哎，我爱个文化，哎，所以有一届当中嘞，我好学习，吼，学习，计划一个去食饭，我迄时我告诉一个公办教员啦，换一个去食，啊，这个去食无，我是怎啊操心的嘛，吼，但是因其实边仔个当，迄个先啊，迄个水果个食，然后，水啊水啊，啊，这怎啊操心的？啊，这个未食是还要食嘞？哦，安尼对了。哦，还是家遐个地主讲，家遐随俗个人讲出来讲，
今晚不是去吃多，要害我，是因为伊中到时阵要吃，要吃会痛，但是因为伊如何无法到身体保持好我，不是要害我身体好我，所以我把吃，就是可以保持的机会，还有面孔了，所以咱有经验，咱知影就讲，咱的本身的全面的发言。所以我话，我做过来咧，是讲哦，我家己叫我一百块、两百块、十块、二十块做买咧。我刚开始啊，就去到这头去钓啦，钓一毛一双啊。咁是安尼，所以这就是安那咧，这就是打开着咱的迄个贫穷的迄个吃，咱的贫困的迄个吃是把它打开。我咱老师讲，咱在这里，哦，这里的。哦，贫穷乞丐嘛，好、哦，所以有一届当中呢，你记得我会记这个福德，我过去当中这个故事，福德